身，是指生活无语，要敬顺父母之心，是指今生无忧，要顾全父母之意，是指纲常无愧，要度脱父母之苦，是指得到无惑，要不辱父母之命，自当修身敬业，要先扬父母之德，自当行道不辍，要横报父母之乐，自当勤家修班，要追思父母之慈，自当早晚敬拜，要报答父母之恩，要报答父母之恩，自当一直承担。要解决荒芜之忧，必须度尽苍生，要体贴荒芜之意，必须代天玄化，要宽慰荒芜之心，必须建功立德，要勇伴荒芜之身，解决荒芜之忧，必须度尽苍生，要体贴荒芜之意，必须代天玄化，要宽慰荒芜之心，必须建功立德，要勇伴荒芜之身，敬苍生，代天玄化，建功立德，决心圆满。度尽苍生，代天玄化，建功立德，决心圆满。